没有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大通山观景台啊。我们印度真的超好的。你看很近吧？看有没有200公尺？哎、欸，100公尺哦，好像100公尺而已哦。耶！观景台那边更多，雷达站那边更多。不是、啊，三角湖山呐、啊，三角山更多呢。林板桥、新月桥，这里车站。能见度超级好的，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雷达站，对啊，很多人吗？感觉像左边吧，哦，OK 哦，刚刚有车位，刚刚等他走，哇，太感谢了，刚刚好。我查是5分钟，5分钟就到了，轻松的啦。看我们穿着就知道今天是轻松路线了，这真的很近，还没到，这说真的很近，真的很近啊！我骗你啦，主要是看芒花还多不多啦，感觉上还有一些啦哈。你不觉得这边的芒花 QQ 的吗？还有弹性呢、啊，很漂亮。看到这个电塔，到了，就到了。这边，哇塞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怎么瞬间就到了？帅哦，哇塞，这谁拿的？还那么专业？哦，人家做的，人家做的。哎，这边芒花开很多哎。这个山真的很漂亮哎。哇，这是老鹰吧？老鹰吧？你看它会不会挥翅膀？不会啊。不会啊，那就是老鹰啊。高铁啊，又过了哇！这里啊，刚好转弯比较慢，这个 view 也蛮好的。QQ 的，1、2、3，好 ，OK。漂亮，超棒的地方，走吧，轻松愉快，离开雷达站哈。爸说要去什么？青龙里。这边好多人在那边。这边不错啊，又遮阳，而且我觉得这边看夜景应该很漂亮。对啊，它这边吹风这样。不错。好，感觉要走楼梯的。不会啦，这感觉上也是走一些下来。OK， 走。青龙里啊，走。啊，到了。到了，快到了。到了。爬不到1分钟哎。哦，这边山真的是太轻松了。那今天晚一点。都可以啊。哇，这边实在是太轻松了。哦，这边风景也很好嘞。就这个沙嘞，青龙很帅哦。耶、yeah. 。
我要带你啊！你是不是觉得？你要大龙山啊？很空虚。我只是想说，觉得怎么没了？废话，只有五分钟啊。对啊。不是你骗人，只有一分钟。真的只有一分钟，骗人。哇，101耶！这个山 CP 值很高哎。先把它保留进去，算了。我们在旁边雷达站，还有刚旁边抗盲场那个病房。好了，走吧，下山了，一分钟下山。上班了哈，现在2:30了。所以你要继续爬什么山？青蓝山啊，镇远山啊，四零五高地啊，要不就上班了啦。好了，对了，我也好，今天看到芒花不错哈。大山感觉上都爬一下而已啦哈，没有到很远，你就继续吧。那我们就去上班了啦哈。对啊，好啦，嗯，好的好的，好啦，拜拜拜，来啦。没有，我们今天跑这种路线就没有穿什么装备啊。好啦，拜啦，拜拜，上班。